疾风王国南部处于热带地区的火焰海城，因为长期炽热难挡，建造了一个冰爽至极的水上主题乐园。现在就感受一场透心凉的水上狂欢吧。向海洋进发，开始水上乐园最梦幻的人鱼岛探险吧。从竖立着人鱼公主雕像的起点出发，蜿蜒穿行过晶莹绮丽的玻璃隧道，驶入沉船遗迹。寂静的黑暗中，硕大的章鱼怪苏醒了，快使用氮气喷射加速通过这里，最后将来到浪漫的人鱼贝壳镇。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，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？别胡说，美娟就是他贪玩乱跑，我们再好好找找。等等，你们看，这儿刻着一句话：此地沉睡着你正探寻的秘密，唯有速度能揭开谜底。这地方果然有诈，谁在捣鬼？看我把你交出来！恩佐，别冲动，快跟上他。玛雅厚重的石门正向你开启，沿着石路前进，恢宏的
玛雅金字塔映入眼帘，进入遗迹前的古道缠绕交错，选择合适的路径将使你获得极大领先优势。注意直道过后的小跳台，它不仅能助你进入金字塔，更是一个攻击道具的绝佳使用点。沿着激流水道俯冲而下，沐浴清凉海水，冲向终点吧。一个神秘的世界在等待着你的造访。
乱跑了。黄鸭妈妈为感谢我们，答应载我们去下一个赛道景点呢。不过还特意叮嘱我们不要走散啊。不是我们，是特意叮嘱马特吧。没有我替你们探路，你们哪能那么快完成啊？赶紧出发吧。沙水世界既是精致迷人的海洋馆，也是一场上天下海的冒险之旅。来到狂沙嘴的入口处，记得看准时机加速大跳跃，趁此释放酷比和飞碟，能瞬间拉开距离。在穿越深邃的海底长廊后，随即直奔反重力云霄，让你感受瞬间一飞冲天的反差刺激。加速冲刺区更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在激流中灵活运用道具干扰对手是制胜的关键。赛道瞬间直达深海，太深不可测了。你说会不会真的如黄鸭妈妈所说？喂喂喂，话说回来，你们跟黄鸭妈妈沿途到底聊什么？我一句都听不懂啊。他说这条赛道有个传说，有些赛车手会在经过鲨鱼口时无故失踪。传说？哼，只有失败者才相信。恩佐还有伊莲，怎么你们都来了？水上乐园向所有知名车队都发出了邀请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的份儿？只是没想到连你们都能收到邀请，主办方真是把关不严呐。哼，自大的家伙，看来你们还未领教够我们飓风车队的实力。找回来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们也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吧。